然后我现在已经从镇上回来了，摩托车它又给我多加了几圈那个防水的那个白的那个，拧到它那个螺丝上面拧上去。他说问题应该暂时不大，然后的话就准备出发了啊，准备把小贝啊，对，先把这个箱子准备上啊，把这个箱子还是装上啊，准备带小贝出发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去，我靠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！看到我知道我上来腰都被围里，我操！哎呀，今儿可以吧？哎，暖和出来了没？暖和没出来？哎，可以。哎，咦，我天呐！你看你拉了腰里头。哎呀，想给他整点水啊！咦，我的天呐，小贝呀，好狗嘞！今天带你嗨皮嗨皮。他今天6、7点我起来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水啊什么都给他收起来，因为昨天有一个评论说的是，这个狗它不能够，就是说做绝育之前不能够喝水跟吃东西的嘛，就做绝育前4个小时什么怎么讲的，反正估计等到我，哎，都跑哪儿去了？知道啊？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看你这啥姿势的？但除了田鸡是吧，楼下啥狗都学不会你这姿势，是不是？准备出发了啊！等一下，你是老喜欢毛豆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是老喜欢毛豆。等你做完绝育回来，安排毛豆给你生活在一块儿，好不好？以后给你找个老公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我想给毛豆搞点吃的啊。来，你不要跳舞了，你看你叫这溜整的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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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再给它搞点。你不要激动，我发现这家伙今天异常的有点激动了，你得异常的激动，我得发现你。我的天呐，你咋又怼出来了？今天很兴奋啊，这个狗身体恢复的相当可以了，我的天呐，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来过来，来过来，小贝不吃啊，小贝出来，好，来过来，毛豆，哎呀，毛豆咋吹的？我都怀疑，天天跟，好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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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先吃吧，我的天呐！真是，带你下去了啊！来过来，好嘞，来握手，好嘞，哎呦，真乖，来过来，好嘞，真乖。然后就把小贝给抱下去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今天给你做绝育哦，这是一个好事情哦，以后你再也不用受那个罪了，对吧？再也不用受罪了，就是这样。你看那小花的啥反应啊？你看小花的啥反应？啊，小花你那啥反应啊？看见恁媳妇了那是？啊，遥遥相望了。你看这狗，你看这狗，你看那小花，那啥反应？反应恁激烈？真是。那笨笨还好点，小黑是不知。好了，回去吧。那啥疯了吧，小花？你看人家小贝啊，这小贝矜持的很，给我坏了，是不是？装了你小伙儿，就你的事儿多。赶快出发了，放这里面。你这会又过来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哎呀，看我的手冻得通红啊！我的天呐，忘记买一个摩托车手套了。今天还是阴天呢，这都快10点钟了，这太阳还没出来，我操！哎呀，在这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哦，天呐，冻死了，我这个手冻，冻死了。
哦，冻死了。然后我已经到许昌医院这边了啊，赶快把小被拿出来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冻死了！这个天啊，阴天啊，今天。哎呀，还好这个摩托半路没出啥事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都拉了！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来来来，我补你，我补你。咦，我的天呐！咦，你都拉到里头了，哈哈，我的天呐！我先把他抱进来，我的钥匙还在那个上面呢。来，这个给他做绝育，对对对，满月了，那多点儿，两岁多吧。哦，尿了吓了，第一回坐摩托，那没有坐过，接手了。哟，咦，拉出来了都。拉稀了，嗯，搁家捞了。搁家不拉呀？这个不是，可能是吓的了。第一回坐摩托，可能是有点吓得慌。吃的啥东西？吃的狗粮嘛。嗯，那小家伙，哎，吓的，那是，你提着。嗯，常常提走哈。多少？6.2斤，6.2斤，6.2公斤。我想不是，咦，你胆儿怪大的，你给你直接抓了。固定了。做绝育没太大风险吧？开始存在的哈。对，麻醉。对，2岁多。对。叫啥名？小贝。小贝，还瞎了呀？这眼都没有事儿了，第一回出来啊，这小家伙。狗肯定没有打疫苗吧？嗯，没有。这之前给农村属于半流浪状态。他的这个能咋？就是说这个，你选哪个套餐在这的话，对，术后的话。应该是输3天的，就是就是住院3天，就是说再住院3天。对，嗯，那就住呗，你就看看。还有就是那狗，对，没打疫苗，这个它拉稀，是正常的普通的，就比方说不是他之前一人是没有拉，可能是不是该路上他有点。是吧？吓的有点，对吧？可能是这原因。吓的这那倒没事。应该是吓的，搁家是都是块儿，都是成块儿的，没牛拉过。那就是说现在那。对。你选一下那个，在这的话就是说这个，他不是他这套餐等于说是贵一点的，相对的就是。他这都是手术当天的。手术当天的。手术当天的这个是注射麻醉，这个是呼吸麻醉加，呼吸麻醉加生化血常规。嗯，其实应该生化的，反正就是生化的要好，对吧？哎，对，他检查自己一下，这个是没有检查，这个是一个血常规检查，这个是生化血常规检查。对对对，嗯、那这个豪华版全面检查，嗯，十七项这是这个。十七项是检查更全面。更全面，检查全面是更好一点，是吧？哎，对。就相对于就是说他身体各方面恢复哈。哎，对。就是说789再加200块钱，等于是，嗯，989对吧？嗯。17项，多少几项？就是10项。10项哈、啊，那他比他多7项都。嗯那要不就做吧，加2位吧，989做吧。嗯。主要是增加就是那种，就是说会更好，就是说不会出事儿，对吧？不会意外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我也不懂，反正能专业。嗯。没事啊，你看你瞎嘞，你搁家你不是可活泼是不是？蒙圈了，蒙圈了，眼里没事了，大家看眼里没事了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吓死了，吓死，啥狗到恁这都得老实了。刚才拉粑粑，人家给他冲一下屁屁，给他洗一下。嗯，
啊，以为他会挣扎的很厉害，谁知道这家伙直接懵逼了，懵圈了，是吧，小贝？嗯，没事哦。好、哦，没事没事啊，嗯，没事，没事。几小管庄不牛哈，都是一斗儿，嗯，都身体素质还是可以。恁这啥过程呢？就是咋给他，就是手术是今天吗？今天，然后化验，一会儿我给他开处方，先给他输液。先输液哈。输液来了之后，然后那准备打皮炎针。啊。皮炎针来了之后，准备麻子，麻子来了之后就做。那恁做手术的要下午了是吧？哎对。手术聊聊之后，就拿这个传手术仪。传手术仪。上午明天再输液。住一天，然后。住两夜。两夜三天，反正就是看你这边安排吧，没事，就是最主要就是说不会有啥意外吧。风险就是说内脏，然后在这的话它的体质还有就是体质还行，这个麻醉不会有后遗症，我的意思是不会有哈，不会像有些女的可能有后遗症，不会啊，我也不懂，我第一回带着狗来母狗来做绝育，俺家那几个狗它都是公狗，知道吗？嗯，然后这边先转给你一千吧，等到我明天还过来，好吧？对，我先转你一千，今儿的那个手术费给你。现在这边是。这个加上的那个17箱，能拿这个是989，然后能拿这个住三天，住三天夜，对，住三天夜是那个包车啥的，那都是临算的啊。对，我知道。这个是我送你的，就是说这我为了他不是拉软面包，我害怕他。对，应该的，是得检查一下。这都不说那个。这没关系，谢谢你，你这边。技术好，这老人家都说你这是技术好，我都没回来你这边，那放心，主要是这，哎，准备要给他输水哦，准备要先给你输水，知道吗？小家伙，警戒的很。啥东西？杆子？杆子表。杆子表。其他问题不大吧？血糖稍微有点高，那个、血糖高点啊，应该是害怕了，应激反应。再说这个，正常的情况下应该0-11，它是14。呀，估计是他激动了，我估计。这个不是应激。不是应激。那搁家吃啥东西？就是吃狗粮，吃这几天给他喂的还有肉，鸡胸肉。时间的那个放的狗粮放的时间长不长？呀，那狗粮打开袋儿了，我们有喝住，可能是会不会有这原因？有一袋。反正它也是肝脏有损伤。肝脏有损伤的话，就是那可能是以前不是，我是最近一个月才养它，之前是给外头别人养它，就是放养，可能吃饭不规律，是这。哦，那有可能。对。给它那吧，给它这个。我这几天输液，我给他加点保肝的。中，你看着弄，就是走的时候吃一点咸药。中，你看着，反正是你说肝脏有损伤哈，对你给他开点那个，反正就是，哎，你懂的，我也说不上来，这个保肝，反正就是这意思，现在等于说给他输上水哈，行，能看着止脱了，没事。风险就是麻醉，麻醉的话，咱用的是最好的麻醉。对，风险已经很低了，包括咱已经术前啊、检查啊，他的这个情况，咱都可以提前给他用了。对，主要就是降到最低。降到最低，我的意思就是咱选最好的，就是给他降到最低，对不对？就签个字儿哈。哎，签个字儿，这个。主人性命，主人性命，每次签字儿都有点激动。没那么夸张。没那夸张哈，没事儿，好。好，都是用的，包括这个缝合线啥的，都是用最好的。最好的，行，主要就是保证它的成功率，是吧？对，没有啥别的问题，就是这。上个厕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可能是骑摩托过来路上吹风啊，
吸进去凉气了，所以就刚才闹了肚子闹了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给他检查的是最好的那个是780多加200块钱，就是快1000块钱那个检查嘛，那个检查的非常的详细啊，17项啊，我感觉这个钱花的还是非常值的，就是这样。唉，就是可能会有人会说啊，你是不是有点那个啊，说我就是说你说没钱对吧，又花这么多钱给狗看病啊，就是这个要怎么说呢，就是说的意思就是穷家富路嘛，对吧，既然出来了给他看病对吧，我们就本着给他治好对吧的原则嘛，对吧，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去喷我去喷人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的话再住院个2-3天啊，这个费用是另外计算的，我估计大概最多也就是1500左右就差不多了，就是这样啊。休息吧休息吧，这一瓶已经输完了，再输这一瓶，家伙。这里又来了一瓶，我也是醉了。嗯，这么多瓶，给它输水，等吧。你过来吧。好。然后现在开始在里面坐了。大概40分钟左右，在外面等着吧。啊，我再出来解个手啊。他进去，那个去那个，进去做手术了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在里面也不方便，对吧？妨碍住医生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陪着他漱完水，我在那儿憋的跟啥一样啊，去撒泡尿，就是这样。估计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啊，就是这样。你俩看我干嘛？哎呀，在这儿等啊，等小贝，哎，小家伙，谁做了？啊，这是做好了已经，半个多小时，哎呀。没事哦。嗯，慢慢都醒过来了。嗯哎呦，醒过来了，小贝哦，我在呢，我在这等着你嘞，没事啊，手术非常成功 ，success 对吧 ？success， nice， 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在你旁边呢，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，在梦里面是不是？嗯、啊，哎，听到我声音了就好了啊。你看这家伙刚恢复点精神呢，就仰着头，哎，跟狮子王一样啊！你爬那吧你，你像是看佐料手术的狗，嗯，你看你多精神，就是现在还有点流口水，不过医生说这个是正常现象，还流口水。哎呀，这里滴的全部都是，嗯。刚才我手伸他那里搞了一点，搞了一点，不过应该没事。这里要再给他输水啊，这里再给他输水，就是这样。没事了，不要动了啊，在那儿躺着吧。今儿能歇不？休息吧，没事。
回去吧。好。他这个熟完这个都不熟了哈，今天。那他这个能吃东西吗？等会儿。今儿不管。今儿不管吃东西。八个小时以后。八个小时以后，那就明天上午吃了。没事吧？他这还会不会疼的呀？我意思到时候他会不会剧烈的叫？不会叫了哈。给他买点罐头，买点罐头。没有大一点的号的那罐头，都是小的。还都是小的，先买个四袋吧。现在好多了，这家伙在这里面。哎呀，没事了啊，挺过去就可以了。那个小家伙，明天我再来看你啊，明天还来看你，小家伙。好。然后我已经从那里面出来了啊，就是等着他一直做手术的整个过程吧，也算是已经是没问题了啊。现在还稍微流点口水啊，他那个输液今天呢已经全部输完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哎，现在3点多了，再过一个小时，今天一直是阴天，估计今天一个小时之后天就黑了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赶回去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明天再来看他吧。问题不大，大家可以放心了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就这样啊。